吃东西不是辛苦吗？啊，不知道你问他一下，你问他一下。哎，兄弟，这样会不会累？小心是啦，我会咬你哦，你别碰我，我会咬你啊！真的会咬人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现在应该不会，因为他僵尸会动，尸体会动。你看，我找到了这个，在这里。喝水，原来有三只，我们刚才看到两只。哎，这个颜色比较少看到。不然我要讲了，它眼睛好像红色。对啊，其实很像老鼠。哎，离它那么近。对。再掉下来，背到妈咪身上带回家这样。哦，姨妈，帮你认啊，同佢。你要，哎呀，我唔记得咗佢喺我头上。唔关事啦，你行咁近啦。诶，嗰排啲动作很优雅啊嘛。我坐过去一下。喺呢边好啲，我呢度。O K。吓，你矮得滞喎。那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O K 喎，那要。好啦，我看一下。你企埋啲喎，咁。哎，出来大哥，弯一下啊。哎，一朵一朵。一二三。好了。我都第一次咁近视，真系好近。这个饮水啊，看看。有酸汁啊，看到酸汁啊。那边，好啊。啊，好一点一点。我来啊，其实都不慢的。没有看那只啊。对。啊，小只啊，对。会飞的。啊，会飞的。Australia。Memo。Memo。Memo。这个是他的猫咪。Yeah. Can't really fly. Yeah. Not actually flying. The goal is. Yeah. 那个鹤没有去看。有鹤，会跳舞的。他是我，啊，好了，这样子。Hello， 跳支舞呗。那个图啊。但是他那个粉红色很大。大红。好。Thank you。它很痒。哎，很痒啊！鸟会啄人，小心。怎么会有鸽子？鸽子很稀有吗？它是特地跑。哇！小心鸟屎，它下次在头顶。哇！哇！你看这只离鸟近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嘴巴，你看，宝宝，你看这嘴巴。对啊，
橘色的菇不漂亮，我在澳洲看到的好大只，不错，那个颜色是很黄的，你看它那个嘴的尖端是不是很黄？对啊，在澳洲的它是整个嘴巴都是那么黄，而且是那个颜色是非常的均匀的，整个好像画出来的一样的，在澳洲的漂亮很多。哦，哎，你看这，不怕冷，我怕你啊，我怕你啊，哎，你很烦啊。哎，你看这，猪鼻龟啊，猪的鼻子的龟，猪鼻龟，他以为你问他，猪鼻龟，你要吗？臭，哇，又是另外一只。他说因为我比较小只，然后教养员为了不让我被其他树懒欺负，于是把我单独给住在这里，吃好睡好。啊，真是吃好睡好。可能怕做人问你，所以他们刻意帮我就是这样子点出告诉你他为什么给他单独在这里。其实动作 OK 啊，不是真的那么懒。哇哇，鳄龟！它在美国东南部里，好大只耶！哇，吓死了！这是恐龙吗？它看起来很脏。对啊，脏。哇，叮叮！我是白鹈鹕。不是吧，这个？白鹈鹕。当你看那个嘴是这样，怎么就是它？啊，对啊，你是跟它换屋子的，是不是？大个，金头，还有个巨蜥耶。那蜥巨蜥不会吃吗？那很明显不会吃鸟吗？不然怎么会放在这？但是哦，巨蜥在这，巨蜥在这。对啊，巨蜥在这。哦，这个嘞是管理员，要飞来飞去。没有，他是蓄蜥。情报员，这个子都是用来通信的 啊讯息情报员，都是蛇，都是蛇，草原巨蜥啊，印度新龟，变色龙，它已经变不见了，啊，对啊。那这在吃着那种。